盆作为腰饰戴在身上的藏装吗？没错，它就是藏北羌塘的风装。那么今天小新就带你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这个服装是格萨尔王的王妃，朱穆王妃被那个霍尔王掳去，好，然后她为了保持自己的这个清白，所以就装疯嘛。你看这个腰带，我们前面戴的那些都不一样，这上面全是锅碗瓢盆。